你想不想做出这么完美的空心大泡芙？不需要面糊糊化，也不需要面糊加热，只需要一袋这个泡芙预拌粉即可。一包粉90克，鸡蛋70克，油90克水，打蛋器打发4分钟，打发至面糊光滑，而且提起来可以拉很长，挤入烤盘间隔大一些，放上酥皮，烤箱160度烘烤30分钟，超级完美的空心大泡芙就完成了。挤入奶油，放上草莓装饰，这一个泡芙不得卖个10块钱，也可以底部戳个洞，灌入奶油，最后撒上糖粉装饰。要不要来一口？等你们给我交作业哟。如果说白云总是缠绕着天空，那么我做你的彩虹。如果说月亮是个夜空的瞳孔，那么我做你的烟火。我想环游整片星空，找到你的星球，摘下还你的笑容，穿过了银河的尽头，带着我的温柔，终点在你的心上降落。想给你买块空气，再引起你的注意，然后顺便问问你现在几点钟。想感受你的呼吸，但没有别的目的，真正大声的我脑子居然有点空。想给你买块空气，再引起你的注意，然后顺便问问你现在几点钟。想感受你的呼吸，但没有别的目的，真正大声的我现在哎呀，脑子居然有点空。其实我今天的打扮，我只想拉近下我们的距离，想和你一起把一切难度都抽象化，变得更具体。可能我最棒，大多的情况都比我藏独立，那就让我把所有的爱都融入所有的群体。1 2 3，前辈的。你将会被谁抱紧？
今天是新手小白也能轻松做的红丝绒蛋糕，不回缩不塌陷。马路边捡的草莓洗净备用，准备一包红丝绒蛋糕预拌粉，打入五个笨鸡蛋，50克牛奶，打蛋器高速打发，打发8分钟，倒入50克玉米油，混合均匀。一包粉可以做2个6寸戚风或者1个8寸戚风，还可以烤成一个蛋糕卷，烤箱160度烘烤40分钟，蛋糕卷是160度烘烤20分钟，这样你就得到一个完美的戚风蛋糕胚。这个裸蛋糕很适合新手小白，不需要抹面就很好看。最后略微装饰一下，蛋糕卷中间也放上草莓，卷起来冰箱冷藏一会口感更好。今天你学废了吗？等你们交作业哟。不用打发，搅一搅就能成功的咖啡棒蛋糕，简单易上手。先来冲一杯咖啡，用的是布蕾克甜黑巧绿泡咖啡，这款咖啡像茶包一样提拉几下就可以，风味有巧克力和坚果香。100克糖粉，100克软化黄油，混合均匀。2个全蛋分3次加入，每次都是混合均匀再加下一次。3克泡打粉，150克低筋面粉过筛，混合均匀。加入25克咖啡液，混合均匀。最后加入50克巧克力豆，混合均匀。倒入模具中，烤箱180度烘烤40分钟。脱模放凉，外脆里软。加入咖啡以后口感更丰富了。拿出来昨天晚上做的拿铁，把咖啡放进牛奶里冷藏一夜就可以了，特别香醇。再升级一下，挤上奶油顶，撒上可可粉，这下午茶不就搞定了吗？强烈建议你们都试一下，下期见。